土豆牛腩老姜炒鸡西红柿炒蛋五谷丰登酸辣鱿鱼卷莴笋丝师哥看一眼我多少钱呀、啊、我有啊咋又是你先到呢我饿呀哎呀你钱我怎么连钱都没有了你不止没有钱你看看你啊又在我这学了腾哥还记账你敢物业费不交这连食堂卡也不充呢这怎么这谁这买一啥爆盆什么盆打包盒这、哦、打包盒打包盆脱裤的、哦、我说谁抱个盆啊Hello Hello 先生你好来吧五十八哦你有八百哇哇原来你是老板啊我巧克力生意这么好你有八百你不早说真正的土豪好那就算你五十八好请选四张得五十八元742元你们是多少钱我们都100多块钱啊、嗯只有100多块钱的滋味是什么样的滋味啊？讨人厌！你什么意思？你是老板呗？等我把那500万取出来，吓死你！你真的很爱吃面哎，白三碗。那你为什么不是800？零元，我零元。啊？零元？我也是零元，我还欠着钱呢。那为什么？你？因为你生意好吧？因为我的巧克力很受人爱戴。谁卡里一直有钱这件事就很可疑他钱从哪儿来的可能就是真的生意好你看白三碗每天只外3碗面怎么可能会有钱你这一周赚了800我一周只赚800生意也不是很好呀、哎。1个月3000多块钱呢在推市1个月挣3000横着走直接往这上面不用走不用走不用走狗狗要不在咱们这不用走狗要走走走走走狗快来快来我也不是狗啊猫我的哥哥，快快快抓一下，挠一下。下饭，走吧。哎，狗子，不准舔，坐。你的客户好少啊，就一个客户。是的，我刚搬进来啊，刚搬进来。嗯，这是工作室，我看不下来。来，工作室，工作室，工作室。你不恢复好，应该就出不去了。这是咋的了？这个是不是就香了？